你到这里就喊捞鱼。老板，那个阿婆跟你玩了，来来来，你来钓鱼是吧？才对的。钓鱼。捞鱼，捞鱼。这网鱼钓鱼钓鱼，你说可以？他可以是来把这水产。下面有水啊。那等我弄一条捞的来，可以拿走吗？送两条。三条给小朋友吧。啊，拿两三条可以啊。你拿拿个给你拿小条。哟，厉害！我捞到个电鳗，电鳗呢？这是泥鳅。这个甲鱼要用钓竿钓，真鱼要用那个抄网来捞。哥哥，你都钓满了，一个桶装泥鳅，一个桶装甲鱼啊。你装泥鳅的桶要装水的不？这个是什么？草莓。草莓也要钓啊？好大，你不捞泥鳅啊？哎呀，哥哥，这个弟弟好能干。我也能捞。他这个鱼，这个鱼太少了。哎，他跑到四九。你又找到两条了。好厉害。那么聪明嘛，这凉凉的。好臭的这种鱼。把你的裤子都拉起来了。我妈妈看。打来不打？看好。这么多金龙鱼啊！还有一盏金龙鱼。金龙鱼，妈妈都不敢当皮。像那个大象鼻子一样是吗？我好想要一个金龙鱼啦！整个小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吃吗？可爱吗？不会，好不好吃？你代表我们去玩耍好不好？啊？你们大一点先哦。你不能捏，你不能捏啊！那个瓶子是软的。去沙滩去玩，快！把妹妹呛到了，他以为是弄自己的奶瓶进的。要喝一点，挤出来一点。大娘去沙滩。你小时候也用过这种吃辅食的，你自己不知道。那个那么小的奶食吧？哎，不捏不捏。不要捏呀！蠢的不？蠢的嘛！
五月二号的晚上，最棒最舒服，杨梅去享受，来自我们学校的第一作品，和你感受在今天晚上这个时间，后面的朋友也可以慢慢准备走进咱们的古琴。Thank you.